也是来自于台北，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。老师是 Soso Nana， 不是，是 Soso Nana 日语歌曲，泪光闪闪的啊。4104，这首歌曲呢相当的好听，这首歌曲哈，哇，不管是日语版、中文版都好听哈。好，再次掌声有请李爱华老师 Soso Nana 日语歌曲。所以，因为我有跟那个黄黄讲一下。
下，就是说黄安，缓缓啊，你现在讲黄安太敏感了吧？虽然已经大学已经结束了，我们今天哈、哦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古代的诗人是谁吗？古代诗人，古代诗人很多个，错当然你了解啊。古代诗人，然后我们现在的诗人是我们台北的千侯的徐团长。徐团长啊，他做了好多首诗。然后因为我有一天在很失意的情况下，我做了一首歌，为大家做一首歌，我希望说来 打一下歌哦，慢慢打歌，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来我们来听老师唱一段，对，清唱一段，清唱一段，来掌声给老师好不好？谢谢谢谢。1, 2, 3, 4，细雨纷纷。相见是难，别亦难，多情却是走不尽。纵然往事如云烟，柔也命运有心添。这是由我李爱华作曲，由徐申成徐团长作的词，在明年度会出发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明年会发片，即马才二七尔呢，啊你明年要发片，咱唔得啊过年去啊呢。人是咧讲旧历年啦，旧历年啦，讲好啊。即马先吼，好大家好，季杰老师你投降无咧嘛？然后我们有一个猜谜的活动，请问这一首歌叫什么歌？有人注意听无哈？来，你听我从头到尾都没有介绍歌名啊！老师，你有介绍歌名？夜雨思情人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来，来，老师来，黄老师。夜雨思情人。好，谢谢。夜雨思情人呀，那是讲的是台语的。夜雨思。喂，人家已经唱一段了，你说台语还是不合理？点那个老师就是那个影帝柯俊雄的那个影片，还有我今年的影片那个 CD 片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这位老师，谢谢雅务苏坚林啊哈，人手规大，你讲国语台语是没礼貌，我唱个巴肚疼啊！黄老师，你后早袂使安尼啊，你若搁安尼偷笑吼，还搞安拍死。不是黄老师先生，我要跟你枪毙，我要跟你枪毙。对啊，黄老师也是啊，吼。他们两个一定是好的。